嗯。哎，我音梯上怎么组不起，丢人现眼。小芳，你来了，你快看那个参加味儿，好菜呀、啊！你个大男人，你个音梯上怎么组不起？没有啊，我觉得他好厉害呀、啊。川哥这么厉害，平时应该经常锻炼吧？他装的，平时跑两步都上气不接下气。你怎么能这么冤枉他呢？从来没见过跑步能这么轻松的人。